下次了，我。 啥意思？ 加速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上下也没交，加速也没有。留着又是干嘛呢？ 一点都不灵性，这个队友。那你又在干嘛呢？ 现在祭师又很难受，本来祭师就修的慢了，儿子已经没了，这前锋哦不对，这牛仔又不修，嗯，我 QQ 没关吗？这气人，那祭师修不动，我又不能修，牛仔又在那边送，怎么玩啊？ 祭师都已经开始凑宝贝了，都不修了，我也不修了，大不了看看咱俩谁先死，反正这把地窖局，大不了死一个。
肯定就把街收拾。看他们谈厮杀吧，他要谈厮杀的话，我就直接去送了。哎，不谈的话，那我就准备跳地窖了。看他不难谈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拿前锋都救不了，前锋的队友不休息。哎呦，我心情很复杂呀。而一个盲女的话呢，队友又秒倒，救人又要被震慑，这又是问题，难受。说这气不气人？完了这。搞了一天，结果回来还要遭队友气，你说这生活难受啊！屠夫排不到，玩人要被气。哎呦，我不着急准备吧，我再碰见这种牛仔什么的，要个盲女吧，那没办法了。应该杰克。那叫鸟吧，哎，这结石开局没修吗？算了，帮人去。背锅，背锅喽！反正他不挂。看队友吧。所以不想交啊。看看这个杰克是喜欢过板刀还是怕砸，总感觉他的精神。被传送，那就是精神了。因为杰斯的两个儿子交了，如果他想他有传送的话，肯定是抓挑羊去了。他没交，大房子一台，挑羊师重新修一台。
大心脏。应该提前交了。感谢吗？那打一刀。这都给你打中了，等人吧，他在，要么等人，要么就等医生。让你挂，让你挂，让你挂，我走。又没传送，你在看啥呀？老老实实挂人。等会直接秒救啊，因为是机身，不能等，等了就等了这游戏就结束了。他心脏快好了，反正这一波撞目前不会，挂不挂？啊！好了。他才刚叫不久啊，好像是应该会点这边贴门去。不认14秒。哎，这波要是换个人开就好了，然后我去捞一手。我带你走，不对，那个怀表我还没用呢。应该小丑了，有张狂。他先知了。老样的拉锯死的是金身，出刀打死的是闪现。他已经确定了是金身，如果闪现的话先吃死。哎，金身就麻烦了，不到。天气废了。
干他干他干他！我以为你们好了。甚至刚才动了一下，我以为他暗示我不好了，太真实了，你先救我呀！卡得好，应该就那一台了，就先是那一台了。好像是那边已经快修完了。捞又不捞了，他还重新修了。他没怀表，这电机还差，起不来呀。救下来也不能当硬仗，香水也没交。顶多800而已。两个人一起把这电机点了，点了就游戏结束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在这边晃？什么图不知道在哪吗？无所谓了，他追我呢。带着金身。就在我的妈，哎，在这儿没声音。呸呸，够了。